大家好，我是酷晴。那今天要玩的这一款游戏叫做《黑森町奇谭》。那这款游戏是用游戏大师所制作的哦。那我自己从以前就很喜欢这类型的游戏。那它这个游戏背景好像是建立在有妖怪的年代吧？那游戏内容我还不清楚，那我们就一起体验吧。那么就 Go。游戏有一定暴力、血腥描写。游戏中出现的角色名、部分地名均为虚构。 故事基于真实事件创作哦，真实事件。发生那年，我和妈妈遭遇一场车祸，我侥幸活了下来。那场车祸后，每当我回想8岁前的事，脑海浮现的是无边无际的黑色森林。1998平成10年哦，它的背景是在日本哦，不是台湾的妖魔鬼怪。 路名吗？哦，是车站。然后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吧。当我睁开双眼，发生置身于陌生的车站，浓雾覆盖在群山之中，漆黑的森林若隐若现。啊啦啊啦啊啦！没想到一觉醒来就到不知道的地方了。那叫西园下生。哇哦，图还蛮漂亮的诶。鹿鸣站，我不是在回家的电车上吗？ 鹿鸣村是黑森町旁的一个村子。那场车祸发生前，我们一家住在黑森町。爸爸很少提起妈妈，也从未提过关于黑森町的一切。哦，操作。move 上座左右 ，research Z 跑步是 shift。菜单取消存档，打开菜单页手动存档，检查点自动存档，自动存档只有1个，请时常手动存档，以免丢失进度。OK。 哦，可以走了，可以走了。然后马上就有可以看到东西哦。这旁边应该是他的包包吧？这是我的挎包，先看看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使用方向键，动物世界，单程电车票。动物世界是什么？小林川老师的最新推理小说。嗯，小林川，虽然期待很久，但我还是回家再看吧。单程电车票，这我回家电车票，我好像应该在电车上，为什么会在这？哦，对吼，其实日本都还在用电车票，不像我们用悠游卡一样。作业。 难怪升上3年级，作业越来越多，还是先放这里吧。他应该是高3吧？高3作业压力很大啊，不过多半都在读书吧。这是爸爸给我布置的课外图书清单。哇，妈妈去之后，爸爸变得沉默寡言。他经常列给我一些图书清单，好让我打发闲暇时间。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好了 ，OK。书包看起来就只有这样子哦。获得手电筒 A 来使用。嗯。 我看到下面有个奇怪东西了。嗯，等一下哦，可以跑步物品，按 A 使用。先存个档 ，1。哦，才1格而已。喵喵喵喵喵喵。你是谁？黑猫喵喵喵。喵喵。喵喵喵。这只猫似乎想要告诉我什么。喵喵。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先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结束剧情对话后，可以尝试再找角色对话。再次对话内容一般不会涉及解谜、剧情等重要资讯，但是能够进一步了解角色，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彩蛋。哦，车上传来门锁打开的声音。什么？只有调查完场景内的所有关键线索，才会开启下一个场景。关键线索一般都有视觉上的提示。小喵喵。 如果无法离开场景，看看是否遗漏的线索有没有调查。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线索谜题都会有提示，场景中有很多没有。视觉提醒的地方也可以调查，或许能发现有趣的彩蛋。哦，看来这款游戏很重视彩蛋的存在哦。好像是火车的鸣笛声。我现在才发现，那个路名旁边的那个真的有画一只鹿诶，有点可爱。Tale of the Black Forest。 喵喵！进来了！哇，是老旧的耶。地板被砸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上面漂浮着一片白色羽毛。获得白色羽毛，等等，白色羽毛要干嘛？从墙上掉落的广播喇叭，依稀能听到滋滋的电流声。FM 85.4，鹿鸣铁路之声。烟火如骤雨，悲鸣啊如疾风。大人。显真身，生灵啊，幸免涂炭。等，怎么听起来像中文似的？好像是什么教的人在传教。说起来，最近都在传明年是世界末日。哦哟，那都是2020。大概因为这样子类似的传教行为越来越频繁。西元。哦，他那个背景音都在尖叫哎！羽毛发出夺目的光。怎么了？羽毛怎么了？诶！夹着无数哀嚎的杂音，将我拖入黑暗中。在即将失去意识前，温冷的风拂过耳畔，我用尽力气睁开沉重的眼皮。怎么了？啊啦！难道这个是羽毛的真身吗？有个白色头发的女孩。但我正在睁开双眼，只见的披着银发的少女安静地坐在倾泻的月光下，她的双眸如落在雪上的梅花。这个女孩什么时候出现的？房间里样子好像也变了，对啊，大洞也不见了。请问，她看起来就是不想讲话的样子。她指了一下嘴唇，摇了摇头。抱歉。女孩拿出一个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自动浮现一段文字。我被诅咒，不能说。哦哟，这个女孩也太漂亮了吧！诅咒。如果你要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来这里之类的，我都很难回答。总之，你和我一样是被诅咒困在这里的。怎么？不过我知道怎么解开诅咒。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起去黑森町剧院。黑森町剧院那里有解开诅咒的方法吗？这本笔记的第一页就写啦。黑森町剧院隐藏着解除诅咒的力量。这本笔记怎么看都不像人类的东西。这本笔记很灵的，比方说上面写着我会邂逅一个看起来有点冷漠但是有点呆板的黑色波波头女孩。黑色波波头是什么？是不是很准？总之这本笔记不会骗人，或许这是神明的指示。所以现在该怎么做？去黑森町剧院吗？在此之前你要先解除念血。念血是什么东西啊？你想到白色羽毛能够赋予你一些神奇的力量，其中就包括念血。只要触碰能够正常使用的电器，你就能读取电器。哦哟，读取电器的记忆并进入其中哦。因为刚才我碰到那个广播，所以我就来到这里。正确。那广播回到了墙上，这也是因为念血。念血会让空间回缩到某个时间点，因为时间回缩，广播回到了挂在墙上的状态。然后结束念血的话，再次触碰念血的电器。这个高度跳起来的话应该碰到，但是地板看起来很脆弱，感觉会不会踩它？可以试试其他电器，同一个攻击的其他电器也可以进行念血。笔记上是这样写的。你怎么得到这本笔记的？西元，这是上面机密哦，我还不能回答你。你是谁？你是作者吧？你知道我的名字？是笔记告诉我的。那我来介绍一下吧，我叫桐谷雪，职业是作家。作家看起来年纪跟我差不多。别发呆啦，快来找能念血的电器吧。看起来就是旁边的电话吧。我可以动吗？我，截稿日。你在写作吗？对啊，最恐怖的截稿日快到了。这次再拖的话，出版社一定会通缉我的。作家都那么辛苦吗？你写的是什么书啊？通俗讲的是日本各地奇闻怪谈的异闻录。那跟这个故事还蛮接近的诶。顺便一提，目前已经出版到札幌卷和京都卷，全国各大书店都有畅销。你去过札幌这个吗？还没去过。毕竟去趟花很多钱呐，我现在的稿费只能维持生计。那你是怎么写的书？嘿嘿，这种怪谈湖边一下没人会发现的。等一下，你是作者吧？札幌是我现在定居的城市，不妨亲自去一趟，根本领略不到札幌的美。是吗？那就当做你在邀请我啦。啊，可以动了。表征一动也不动的，这是什么？这画吗？电影《特特鲁物语》的海报。《特特鲁物语》是什么？这部电影我有印象，是讲两个少女和一只猫的故事，不就是你们现在吗？然后这个是紧急通告，若发现电车上有人携带可疑容器，请保持冷静，立即通知站务员。若发现不明气体泄漏，仅用水打湿衣物，捂住口鼻，逆风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及时到医院检查。1995.4， 1995年，我记得当时的营地铁毒气事件很轰动，告示牌上看起来没贴多久，哦，对了，他最后回到一个时间点嘛，所以他应该是回到了1995年的这个时候，来吧。启动收音机。嗯，好像没有电了。刚才说的是必须要正常使用的电器哦，所以说这里可能会有电池，这里吗？有个坚硬的密码锁。铜鼓，这里有个密码锁，那本笔记上面有没有提示密码之类的？对哦，那个笔记本是万能的。 没有提示，我们不能总是依赖笔记哦。生命偶尔也会给我们一些考验。等一下，等一下，太扯了吧！坐垫突然动了。话说，坐垫上有张纸，而且你为什么不帮忙看一下？坐垫上有张泛黄的纸，上面写着扭曲的字。这些东西要藏起来吧，被发现的话一定会被杀的。那里虽然安全，不过我这个人记性越来越差，干脆随便我能看得懂的暗号好了。红色、蓝色坐垫，然后椅子、灯泡。红、蓝、椅子、灯泡，这应该是顺序哦。 我就说嘛，神明会给我们提示的。刚才说的是神明偶尔也会给我们一些考验。被你找线索啦，看来是神明的考验呢。红蓝应该是这个吧？这个是红色的。这里是椅子，但是好像没有别的线索哎。嗯，这个锁嘛，对不对？ 看一下可不可以出去好了。嗯，果然是被这里困住的哦。红蓝椅子灯泡，我在上面有看到灯泡，但是好像不能对话哎。再跟你讲这话好了。好嘞。哦，原来不是这个哦，是那个啦，数量啦。红蓝椅子灯泡就代表说红3、蓝4椅子8灯泡2，所以是3482吧？来姐看看吧，3482，果然，我刚还在想说我是不是漏了什么东西。柜子里放了一些收据和杂物或者电池，游戏中部分的道具不用打开菜单可以自动使用。嗯，电池管在这边。 还有一些传单呢。慈爱的真，哎呦，真理天堂之父将会降下考验，唯有死与信仰才能远离无穷无尽的苦痛。真理天堂好像是导致95地铁毒气事件的邪教哦，不会是那个吧？日本那个类似欧姆真理教吗？车站管理员也是信徒吗？锁打开了吗？ 嗯，找到一节电池，应该能够用在收音机上哦。不愧是心愿酱，那就赶快解开念写吧。然后装备，放进电池，收音机应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还是没反应，试试看其他的频道吧。从第一个开始，只要放入一块好食咖喱块，立即浓香四溢。耐心等待10分钟，美味的咖喱大功告成。这调味品的广告。 你要去哪个广告啦？京瓷2526G 手机怎么叫？这是今年最新款的手机广告。诶，手机？嗯，红骨血应该不是那个现在这个年代的人哦。手机是这几年开始的流行的一种变。嗯，果然他听起来就不是这个年代的人哦。不过京瓷526G 是98年发布的手机，现在回到了95年，怎么会对啊，我怎么会播98年的啊？ 念写本质上是连接不同时空记忆的桥梁，能够连接到98年的广播信号，说明念写成功了。所以会回去了吗？哦，烟火如咒语，就刚刚那一句话，又是这个。啊，等一下，我回去的话，他是不是就不见了？他感觉就活在这个年代的人哦。果然，嗯，我好像回来了。 红骨怎么不见了？桌垫上怎么有一个像饭团的东西？哦，那是铜骨吗？呵呵，那是小鸡。因为那个诅咒，我的身体和人，在人和鸽子的形态之间转变，只有变成这样子，我才能开口讲话。你现在这样子是鸽子，那不是重点。你要走的话，别忘了带上我。你不是有翅膀？还是面有呢？是您怎么现在讲鸡啊？好吧，我的口袋应该能够放下饭团大小的东西。哦，所以铜鼓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就对了。OK， 这里应该可以离开了吧？啊，不过这个大洞，你看这个大洞我要怎么过去？ 嗯，好嘞，我们走不过去哎，我们被卡住了哎，还有什么东西我没看到的？这个吗？这个梯子上看起来还蛮挺结实的，搭在洞上应该能够过去。还好有道具可以过去哦。 Yes， 离开这可怕的车站。嗯，终于出来了。我说过这本笔记会指引我们离开这里的。两个人沉默不语。在出发前，我有几句话要说。作者，你有什么话要说？我知道星原心中有很多的疑惑，我很想告诉你真相，但我现在不能透露更多东西。嗯？为什么？这加在我身上的是一种言灵诅咒，这种诅咒让我无法说出我知道的秘密。 只要我产生说出秘密的念头，诅咒变成无形的手，紧紧勒住我的喉咙，让我无法发出声音。呜呦，好可怕！我唯一能说的是，我不是坏人，我是真心和希远离开这里。就这样子，我知道讲这些没怎么说服力。看在你是那么漂亮的女生份上，当然是相信。那如何说？其实我也隐藏了一些事情。隐藏的事情应该是跟家人有关的吧？哦，我从小就能看到奇怪的东西，就是妖怪、幽灵之类的啊！原本我以为大家都看得到的那种东西，后来因为一些事，我才明白只有我能看到。他们都很友善，从来没有伤害我。看来等下就是有伤害你的东西会出现啦！怪不得我说希元讲怎么异常冷静，一般女孩聊到这种地方早就吓哭了吧？嗯，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不能倾诉的秘密，一旦说出来反而会被伤害，所以你有难言之隐，我理解，我也不会追问。哎呀，两个女孩相认了。 居然讲能够理解我，真超感动的。那么，朝着黑丁丁戏院前进吧。OK，Go。刚才那只猫不见了，好像忘了什么。嗯，包包哦。为什么一定要先坐下拿到？有没有到主营？这什么？这鸡吗？主营被割。什么叫主因被孤啊？这鸡好像在说人话哎！这是白色羽毛的另一种能力，让持有者能够听懂动物的语言。说起来，白色羽毛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你看起来就是像会掉白羽毛的鸡啊！主因是什么？这是鹿鸣村的方言，主人的意思。你还懂自己的方言？话说鸡也会说方言吗？你错了，他是作者啊，略懂一些。主因主人被刮死了。他说什么？他在说主人被刮起来，靠！太可怕了吧？你问一下怎么回事吧。哎，我看这样就会想鸡话吗？先调查其他地方吧。有个布告栏哦，公布栏上面贴着一些年代久远的公告，135列车事件的通报。 据调查，近日发生在黑森林车站列车135上的毒气袭击事件为真理天堂。这就是欧姆真理教说的意思吧？所以说它背景就是在这个时代成员所为哦。同时，警方确认鹿鸣车站管理员松山正男为真理天堂成员，并有可能参与策划毒气袭击事件。警方赶到松山正男家中时，松山正男已自缢啊。鉴于近期毒气袭击事件频繁。 鹿鸣村安全委员会特别提醒村民及时领取毒气防范手册，如遇到可疑人物，请联系我们。嗯，还是一样95年哦。我记得银团地铁事件也是在其他地方发生毒气袭击事件，难道黑森町也是其中之一吗？废校通知：由于入学人数逐年减少，鹿鸣小学将于明年3月正式废校。相信各位村民都曾在鹿鸣小学度过充实快乐的时光。不过出于安全考量。 请村民不要靠近校舍，那我们就是要靠近校舍了啊！鹿鸣村的振兴方案哦，贯彻一村一品运动方针，大力发展鹿鸣村旅游业，再助鹿鸣奇迹。1982，看村子的现况，大概是在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振兴计划失败了吧？对经济的问题挺关注的嘛。我爸爸是社会经济学教授，这几年他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日本经济泡沫。嗯，真厉害。还有最后一个，哎，没了。这个是校舍吗？这不是校舍吧？感觉像一般的房间呢。这里比想象中还要凄凉哎。鹿鸣村在1年前就基本没人了，这都搬走了吗？ 一些人搬到了黑森町，还有一些去了更远的地方，剩下的大概都过世了。你似乎对鹿鸣村很了解，他一定是住这边的啊。我下本书的主题就是黑森町和附近村落的怪谈，当然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哦，那他很有可能也是为了做功课，然后被困在这边哦。渡边家 ，J 是农业协同组合的简称，什么意思啊？担负着发展村子的重要重责，这个渡边应该是这里的村长。 嗯，看起来是进不去哦。然后这个风铃，哦，风铃好吵，后面也走不过去。这里呢？一瞬间有一个人影飞过去了，什么东西？看起来能走的范围还蛮少的，我们先往下走好了。这位小姐，嗯？ 你不是人类吧，这位小姐？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饿了好几天，全身没力，你能帮我抱一下孩子吗？哦，虽然不好解释，但千万不要过去，快离开这里！看来抱了他的孩子，要吃的就是你了。帮帮我吧，帮帮我抱一下孩子吧！快跑，快跑！还说没有人会攻击你，马上就有人了。 好像没追过来，到底怎么回事？这在鹿鸣村流传很久的传说，相传在鹿鸣村走夜路会遇到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那个女人会求路人帮忙看一下婴儿。一旦你接过婴儿，女人就会消失，而婴儿越来越重，甩都甩不掉，到最后越来越重的婴儿会把你这个还蛮可怕的。万一是需要帮助的人呢？这个村子都没人啦，怎么可能会穿着和服的人跑来跑去？这还不是开玩笑的时候，那个波波头。 到底什么是波波头啊？总之，虽然你还之前遇到的妖怪、幽灵都很友好，但是世界上还存在了很多不友好的怨灵，甚至还有可能危及你生命的恶灵。所以说，还是小心为妙吧。看起来脸色不大好，咬得太厉害了。而且西元讲的身体很温暖，文姐想想，哎，变态！难道你们是拉拉吗？我今天走慢一点，你好好休息。哎，皮肤呀。 皮肤鸭是什么东西啊？皮肤是票，这电话好像也可以进行念写，不过还是等需要的时候来用吧。这里有个稻草人，西瓜，西瓜。左边这边，哎，有可以互动的地方。桌面刻满了画和一些辱骂的话。 桌上有用铅笔画的课程表，看字迹不像大人的，应该是某个学生的课桌。为什么会放到这呢？恶作剧吗？哎，旁边那个是什么啊？有点像旗杆一样。这种现象在学校很普遍，总会有1-2个学生被其他学生排挤。哎，好过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学生？大概是被当成异类了吧？很多人对未知的东西都会有抵触情感嘛。那个西园这么温柔，在学校一定很受欢迎吧？啊，看起来他也是一个怪人哦。 因为能够看到妖怪的原物，小学时班里的同学都把我当成是怪胎。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同学都很友善，那就好。嗯，可能你也尝出了你自己看得到的事实吧。这是哪里啊？鹿鸣小学。哎呦呦，开了灯就是叫我进去吧。下一张地图过得去吗？嗯，也过得来耶。有个猫的那个扛棒。下面这个是哦。 好大的鹿头啊！鹿谷怪谈第一章，现在才要来第一章啊！第一章意外的还蛮远的耶，好像是鹿的头骨。哎，这头鹿是多大啊？你在做什么？看来又是有另外一个幽灵来了啊！这可爱的鹿，哎，离枯荣神大人远一点。枯荣神。 你是说这个头骨的主人吗？不要直呼枯荣神大人的名字。一直在说的不是只有你吗？这个长着兔子尾巴的是什么东西？不是鸽子，是小鸡吧？抱歉，我们不是有意冒犯的，我们只是不小心在这个地方迷路。既然这样，你们回去吧。嗯，不过想问一下，黑森町该怎么去？这里不就是黑森町哦？你要去那里干嘛？我们要去……这和你没有关系。西元讲，不要告诉这只笨头鹿。明明看起来那么可爱，这桥是通往黑森町的唯一道路，你们过不去的。直接踩过去不行吗？没事的话，请不要靠近枯荣神大人。树要枯死了。抱歉，我们必须要去黑森町。真的没有其他的路了吗？哼哼，我才不会说你们人类都是让枯荣神大人变这样子的。会不会枯荣神是这棵树啊？抱歉，我刚来这个村子，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等等，你怎么能听懂我的话？太慢了，真的，这个很难解释。难道你不是普通人类？当然，别看西元讲这样看上去笨笨的，其实又聪明又温柔，还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等下，你已经爱上他了吗？我听到你说树要枯死了，是跟枯荣神大人有关吗？嗯，这棵树叫御前，只有用太阳雨的雨水灌浇，浇灌才会开花。枯荣神大人掌管这片土地的阴晴雨水与雪，四季轮回，也只有他能会获得这么珍贵的雨水。但是自从枯荣神大人沉睡后，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树浇水了。沉睡，神明的力量来自人的信仰。如果失去人的信仰，神明就会很快失去神力而陷入沉睡。几百年来，枯荣神大人默默守着这片土地，这些村民不感谢枯荣神大人的恩惠，反而去信奉新来的神，就是那个什么天堂吧。这和真灵天堂有关吗？我有个请求，如果能到太阳雨让这棵树重新开花的话，你愿意告诉我其他前往黑森町的路吗？太阳雨是非常珍贵的雨水，你怎么可能得到？你还记得上一次下太阳雨是什么时候吗？我忘了。对了，狐狸出嫁时会下太阳雨。嗯，狐狸出嫁，枯荣神大人和这片土地的狐狸家族御前关系很好。御前。御前不是 FGO 的那个吗？这棵树也是御前家族赠送的。为了表示感谢，御前家族的狐狸出嫁时，枯荣神大人会在逢魔时刻降下珍贵的太阳雨。如果没记错，几年前这里有过一次狐狸出嫁，不过我不记得那是什么时候了。等等，知道这些又怎样？虽然很难解释，但是只要跟我说大概的时间，我就拿到雨伞。原来如此，他要回到过去。我记不起来了，或许可以去村子的校舍附近找线索。那次狐狸出嫁就是发生在校舍附近。我明白了，你真的拿得到？只要你愿意告诉我们其他路，我答应你一定拿得到。枯荣神大人沉睡前最惦记的就是这棵树。好吧，只要你们拿到太阳雨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到黑森町哦。哇，喝一下水，讲太多话了。所以我们现在先去校舍附近找一下线索。Go。